您这收快点行，前辈收快点。对，不要压的，就直接往前扫就行。哎，对，很好。您退一点，退稍微退一点能，对，对自己发点力。打不住了。嗯。对，您对这个球这个弧线啊，有跟版型有点关系。哦，您看，你版型要平的，稍微压一点这儿，然后再挥出去比较好打。有时候打真粘球的时候，您这版型太往上了。对啊，版型就弧线压一点，咱们再造，咱们这动作又有点圆，它就有点弧线了。一定对弧线有感觉，版型跟弧线，对这个好，对。对，很好，漂亮，对，对，很好，不错，对，很好。您看这就不错，以后您啊，就是打球的话，对弧线有个追求。你比如说这球低了，我弧线就高一点；这球下旋了，我弧线高点；这球上旋，我手高一点，就平着打。要打击球球，我手就更高，我由上往下打就容易打上。您别球全一样，尤其这击球以前这板别太亮就行。反手是吧？别仰，就直接往前顶出来，往右顶，往右再往右点走。哎，对对对对，漂亮，很好。哎，就。你看您老往后仰，不往后仰，哎，对，就这样直接往右走，很好，很好，漂亮，很好，不错，对。对，以后就学会了是吧？嗯，先往前走一点，有点速度，有点力量，然后往右上画个圆一点，画圆一点，往右上啊，千万别直接往上，这样直接往前就是往上就爱出界了，一定往前完了往右就行啊，不错啊。